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欧洲的现在的困境啊，连伊朗都忍不住要嘴他两句。现在欧洲怎么那么惨呢？这个伊朗哦，就是被欧盟制裁啊，就说啊，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啊，他那个钱啊就被扣住了，他就说那就留给你们吧，留给你们欧洲人去买炭过冬吧。现在这个欧洲真的是太惨了，连伊朗都可以就是看不起欧洲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匈牙利的司长，他讲说现在欧盟哦要打造舆论霸权联盟啊，要威胁我们放弃传统的价值，因为匈牙利就是不跟这个欧盟一块的嘛，没有站在一边嘛，所以每次就是找这个匈牙利这边的麻烦。那可是呢，现在欧洲自己本身哦，因为过的日子太昂贵了，竟然呢大家决定要去埃及玩。这个英国的航空公司还推出了28天埃及度假套餐哦，就说待出国玩比待在国内还便宜，真的是这个样子。很多欧洲的人哦，现在不断的想尽办法赶快离开欧洲，不然冬天来了真的很难过。那我们看看现在法国这里哦，马克宏他就在大骂，就说美国你在出售天然气上面搞双重标准。他不是骂第一回，他骂了好几天了，骂好几个礼拜了，已经是受不了美国了。那现在还建议教皇说是不是可以打给这个普京哦或拜登打个电话来推动和谈，自己没办法促成这个和谈啊。那现在这个克工有回应他说可以考虑这件事情。那另外德国呢，他们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已经关闭了一半总部大楼，为了省电还调低了一半办公室的温度哦，就是通通都是要能省则省啊。还有他们的家族企业也开始计划裁员哦，也是把一些投资的计划通通都延后了。那德国的民众哦还对肖兹讲哦，还有一段影片就讲说看到肖兹就说你去跟普京谈谈吧，八欧元的这个烤肉串可以变成4欧元啊，然后肖兹就是笑而不答，难以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现在骑虎难下。那英国来说的话，现在苏纳克上任，人家说兆头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场演说就说啊，我们要着重经济哦。但是呢，他讲话上面呢、啊，人家讲说，出现了很尴尬的停顿点。那肢体语言专家还讲说，他的眼睛中充满恐惧。我还看中国大陆的媒体还讲说，他是不是忘记那个演讲的时候可以眨眼睛？他好像从头到尾就瞪着眼睛讲到完，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哦。所以他的肢体语言当然也是反映出来现在英国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的上任可能也背负很大的压力啊。那另外这个苏纳克、哦、他刚就任马上就有内阁的司法大臣宣布辞职，人家在想说这难道是要变成下一个短命生菜吗？那他现在讲说反正我们现在内阁就是一切求稳啦，因为毕竟前头是很严峻的挑战。那对于英国来说的话，中国跟俄国的问题会是苏纳克现在的烫手山芋，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缓解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呢？他跟拜登通了个电话，那他是讲说会支持乌克兰，然后因应中国挑战。泽伦斯基也有发文来推文祝贺一下这个苏纳克的当选，就说希望可以延续这个乌英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哦。那克工也有表态啊，他就说现在目前没有看到英国跟俄国关系改善的希望。那英国跟中国呢？汪文斌的讲法是说希望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下来推动中英的关系，因为过去苏纳克是比较亲中的姿态，但是现在因为他这场选举之后好像有一点转变，比较鹰派一点，那到底会怎么样不得而知哦。所以面临到对于中国的关系，他到底会定义成威胁呢，还是会走向合作，现在是大家的观察点。还有苏纳克的岳父啊也被爬出来说其实他在中国大陆有庞大的这些事业投资哦，所以人家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让中英关系改善，或者是说苏纳克应该在这当中怎么样取得平衡？这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现在欧洲的状况呢？我觉得欧洲欧盟目前来讲失去了道德的高点啊，因为道理很简单，是他们法国原来就主张要走战略自主，现在德国夏尔茨也主张要走战略自主。那为什么现在主张要走战略自主，就是不要再跟着美国的脚步走，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最早之前半年前走战略自主的就是匈牙利啊，
因为匈牙利政府认为我没有理由我要跟着美国政府走，所以他们不认为说我应该要追随美国去制裁俄罗斯，然后要介入乌克兰的问题啊。而且我们匈牙利应该要有自己的利益，结果匈牙利政府做对了，对，匈牙利的人民对他们的政府高度满意，而匈牙利没有在这一次的严冬中要挨冷受冻受饿，是，那么他们的人民获得这么高的支持度，你欧盟应该要向匈牙利学习啊。结果你现在欧盟反而要压迫匈牙利，你要一手要压迫匈牙利，二手你又说我要走战略自主，不要再追随美国走了。所以德国的总理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11月2号、3号到中国大陆访问，现在改为一日游，笑死人了。然后法国总统也说我要到中国大陆访问，定在11月上旬。然后美国一看说，哎呦，你这个法国如果往中国大陆这边跑不行，我要赶快把你拉回来，所以在说我现在邀请你当这个国宾，以国事访问12月1号到美国来，都在拼命拉法国。那也就是法国德国现在想要走自己的战略自主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压迫匈牙利呢？你应该要说我们当时判断错误，我们走错路了，我们追随美国走，我们是错的，匈牙利是对的，对啊，我们应该向匈牙利来学习，请匈牙利在我们的欧盟会议中来做报告。现在反过来欺负这个匈牙利，坦白说这个是岂有此理，不应该的。另外一个英国我不会看好他，为什么说英国不会看好？拜登在第一时间已经跟苏纳克已经通了电话了，通了电话以后他说中俄的问题，那我们的两国的立场要一致。两国的立场一致，其实就是拜登已经签字了苏纳克，以苏纳克跟拜登所讲出来的，其实意思也就是说，你英国必须要继续追随美国，你要跟我的步调一致，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现在还在抗中，你就要必须要跟着我一起去抗中，你不可以脱离我的要求而自己走下去。所以我觉得目前会把苏纳克看好的，我个人的判断是一定会发生错误。因为英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政策一定是追随美国走，以目前英国的力量他一定是追随美国。该不会又要换首相了吧，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太妙啊。大使，这英国的历史啊，现在掀开新的一页了，他是从一个殖民国家啊，已经正式转变成被殖民国家，他终于被他被殖民的人民所统治了。对，印度人超嗨的。对，印度人很嗨。印度说你过去殖民我，现在我印度人终于统治哈，对，你英国了。所以英国的这个王室啊，从他的王妃啊被这个美国人啊所攻占以来啊，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英国重大改变就是被殖民啊，从殖民国家改成被殖民国家啊，所以恭喜他们啊。另外就是说，欧洲现在状况基本上是重要国家通通出状况，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每一个都出状况，然后呢，可是呢，他的这个欧盟啊，还是坚持错误政策，是，所以到最后导致什么？最后导致现在问题无解，那各个会用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呢，过去他用所谓的就跟匈牙利这个司法部长来讲话。他用一种强制性的方式来对他的会员啊施加压力，这违反欧盟，是一种自愿性的一种整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欧盟会变成这么大的问题，因为欧盟的整合过去一直建立在一个主义，就是自愿主义，你要愿意，你要接受，那所以他基本上很多做法重要决策啊，基本上都是共识决。共识决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国家不同意，我们就还不能实施。是，可你看现在这个欧盟对匈牙利啊，对这个波兰啊，很多做法根本就已经丧失那种精神了。对，所以这个欧盟事实上是自毁长城。他如果再继续做下去啊，我想他将来导致自己的分裂，甚至分崩离析都有可能发生。我是。欧盟如果分裂啊，分崩离析啊，最高兴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不能看到一个欧盟的壮大跟团结。对，尤其欧盟的拓展是美国最害怕的，所以就很清楚了，这件事谁在做的嘛？其实现在欧盟跟北约是有交集的，就是有共同国家的。那这些共同国家呢，当初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呢，就是对俄罗斯展开，不能说宣战了，就是在之前军事上没有宣战，但是在经济贸易上开始就宣战了。那宣战的结果怎么样？像回力枪打回来了。
打回来结果就是刚刚前面两位老师讲的，就是整个欧盟国家呢，或者北约国家正在承受前面所造成的后果。嗯，那当初比较不合作，像匈牙利、像土耳其、塞尔维亚，它不是欧盟了，它好好的嘛，对不对？对，好好的。那刚刚赖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些国家如果还看不清楚问题的制高点在哪里，要傻傻的跟着走，那就没机会了。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谈到说外资救英国，说后来没想到一堆网友写信写赖我，我到底在讲什么？我得讲清楚一点，我讲的外资不是讲买英国国债，因为买英国国债没有用，而是。我们看德国的情形，德国现在多少企业出走，是因为德国的电力供应不足了，对对，企业只好出走。所以为什么交资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因为他们出走的企业大部分都跑中国去了。好，那今天如果有外资来投资英国，比如说创造，我就想介绍麦当劳服务业的好吧，一个服务业，让英国人有就业的机会，这才是解决英国的问题。所以我讲的外资不是去买英国国债，而是有没有外资愿意投资英国。对对，哦，投资英国。那昨天老师说那个印度人很穷，那有网友问我说印度人穷怎么可能呢？我说印度人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去投资就好了，有钱去投资英国。我的意思，创造英国的就业机会是让英国起死回生的唯一方法。比方说像苏纳克岳父这一种，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很有钱的印度人，对对对，富可敌国的印度人。所以可是真的会吸引那么多印度人去英国吗？不是去印度人，是英国去投英国人投资印度人投资英国的事业，好，让英国人有就业机会，这才是让英国起死回生的唯一方法了。那你昨天提到中国吗？是，其实如果中国现在中国说不可能啊，因为英国不可能。